别动啊！你剪完就吃了一个尖尖，尖尖就把来。你看，像刀子一样的划伤，不是划伤了，你看，划了一划了一块皮，哎呦，好不方便哦。哎呦，是的，就是这样。你还没感觉到疼呢？吃饭就是这里疼的吧？多疼啊！嗯。不要发掉了，而且发的不错。